好，今天我们的那个情歌落响的 MV 杀青了，但是我已经没有声音了，我的声音已经低八度了，因为昨天拍戏拍到早上，直接出 MV 外景。谢谢我们辛苦的团队，谢谢他们，谢谢。哎，为什么要突然这样？没有了，等一下还要进棚再接外景。苏莫那金秋七秀花，你刚好下水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刚下水，湿了都湿了。我觉得我们团队太棒了，那个很期待 MV 的成品是什么，因为充满了艺术感、意象感。对，然后刚刚云溪也是陪我拍到从天道拍到早上，然后直接出 MV 的外景，这边是在白沙湾。然后呢，刚拍完，我先让他赶快去睡觉。我们四点要进棚，现在时间大概是已经快十二点一点了吧。所以这个 MV 一定要看起来好吗？每天都要情歌落响，答应我，拜拜。